的女同修，她牙齿现在非常的不好，请师傅看一下答案。牙齿不好吗？看牙医去啊，看我干嘛？啊，对不起，就是他，他就是想问一下，这和他口业是不是有关系？因为他说牙齿都拔光了。有的，有的，造口业的人牙齿坏的快，这是真的。嗯，真的有这种事情。还有啊，一个是牙痛。对对，是的。嗯。我告诉你，他造口液的牙痛啊，他不是这种牙齿上的，他是里面根上痛，他是神经痛，因为他的意念当中是神经抽搐，实际上如果要罚他的话，就是神经方面的，明白吗？嗯、对，是的，嗯，他的牙龈牙床就都坏的，就是特别的不好，他现在的牙齿，那就是那口液具体是哪方面是嗯，你去问他，还是上你去问他。嗯具体好的，去问他。我告诉你，口业闹大了。一般的来说，喜鱼两舌都很厉害，最厉害的就是两舌，就是挑拨离间的。人家就说了，你烂嘴巴、烂牙齿，就这样。明白了，好的，感受。那他主要好好忏悔，他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师傅？86张。86张，好的，好的。还有一个毛病啊，他的腰也不好，腰很痛啊。嗯，对对，是的，是的，就是他说，嗯，是的，他腰痛，然后胳膊还发麻，然后他头发掉的也特别的乱。他现在，他现在就是经常在背后啊，他有恨的，他心中，我看他心中有很多的黑颜色的东西在他心里面流淌，也就是黑颜色的东西越深，就是这个人恨念越重。哦。那我要赶快告诉那他这样的话就是身体这方面的这些就是86张小房子还是说只针对他的牙齿是啊是啊就是这样你叫他86张小房子给他灵性念掉现在有两个灵性嗯好吧你要叫他当心的好嘞他在喂，听不见的。喂，听不见。能听到吗？啊，现在刚听到。我跟你讲啊，他现在啊，喂，听见吗？能听到吗，师傅？听见，听见。好。嗯，他现在有个什么问题，你知道吗？嗯。你知道吗？你知道，他现在这个灵性盯住他，就是因为他长期的口业，然后呢？已经警告过他几次了，噩梦也给他拖过，给他都不当回事。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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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好了。他只有对，是的，有梦境，甚至就是还有其他的师兄也都梦到过，就是有一个尊敬的师兄在梦见他，梦见就是这个女同学呢，他邀请了一个陌生人在法会上给大家讲法，然后这个女同学呢，她做翻译，不如理不如法呀，嘴巴乱讲话，还有一种嘛就是，还有一种嘛自己搞一套呀。这种报应也是很快的，好的，明白了。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不尊师重道呀？不尊师重道，首先的呀。好了。不尊师重道，好的，不尊师重道。嗯。